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我们150那匹马的它的蹄子受伤了，还挺严重的。然后小马抓了几次都没有抓到，这会儿准备再去抓一下，必须要把它抓到。然后今天要给它包扎上药，不然的话会发炎的。也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不幸的中。他跑掉了。